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87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款传世系列的 G1 Universe Optimus Prime。 我今天呢刚从台湾高雄的梦时代，它有一个变形金刚40周年的一个玩具首卖会，那有几位朋友呢托我代购啊，当然也包括大陆朋友，那已经有提过了，基本上我今天都帮你们买到了。那先前的话大家就已经得知它是 G1 复刻玩具的稍微简化了一些涂装啊，当然简化很多，包括电镀什么都不见，体型的话呢也缩小了，它是一个 Deluxe Class， 这个的话呢则是大于 Voyage Class， 质感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了，这款全部都是塑胶，这里头有很多的合金，当然这一款的价格也是很贵，大家应该上网查一下也就知道了。那作为一款简化版呢，我还是觉得它是非常的好玩的，首先反映在价格上了虽然说打完折之后呢还是台币700多块钱，也是不算便宜，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把玩派来说，这款玩具已经做得非常的可以了，特别是如果你有 G1 情节的朋友，我真的会觉得这款玩具呢其实是不要错过的。空洞的部分呢，这个地方勉强算个空洞而已，那还有这个大腿内侧，但是这个已经不是很严重了，至少它的小腿后面、手臂的后面都是非常扎实的，而且它的轮胎居然还是一个橡胶胎啊，这实在是太难能可贵，全部的轮胎呢都可以转动。而它的头部的眼睛也是非常少见的黄色，它上面的话看似有一个透光，但其实我觉得效果呢并不是说非常的好啊。那它的一个胸口呢一样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之后的话呢里面有一个存放领导模块的位置，领导模块呢是一个这个就比较稍微有点潦草了，一个水蓝色的透明部件而已。那这个领导模块一旦扣上去之后呢，要拿下来的话呢可能要用道具抠才会比较好抠啊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欣赏一下 OP 把这个领导模块放进去的一个形象。烟囱的话呢没有一个银漆，是一个塑胶色啊。那其他的配件有什么呢？有这个能量辅，但是能量辅的话呢扣进手呢是直接这样握进去就可以了啊。可是呢我必须要说这个扣进去非常非常的紧啊，应该是斧头太粗了，这个拳头的孔洞不够大啊，所以扣进去的时候呢你看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刮掉的感觉。两手都是一样啊，两手都是一样，所以这个斧头的话呢就给各位稍微做个示范就可以了，这个常常扣的话呢我怕这个拳头会被撑大，那拳头撑大的话呢恐怕又影响你持枪。而它的枪的话呢有两把，两把的造型呢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轻松的呢这样一插就可以插在手上了。那它的可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不赖哦，头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手臂的平举完全是平举，360度的转动，二头肌的转动啊，手肘90度，拳头不能转啊，是比较可惜的。裙甲呢可以掀起来，然后腰转的话呢是在这个地方，腰转其实它是正常位置了啊，但是裙甲放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它好像转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下半身。轮胎的话呢这个姑且算裙甲是吧，那脚的话呢你只要脚这个裙甲掀起来，前后侧踢膝盖还有这个脚踝这个脚接地的话呢是非常巨大的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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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适合的把玩。唯一的你真的说你要把玩起来有什么比较别扭的地方，恐怕也就是这个裙甲了啊，就是你一抬起来的话，就整片裙甲会动啊，稍微有点走光的状况呢是比较严重啊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这款玩具的一个紧实的一个手感呢，还有虽然是没有什么精美涂装，都是一个塑胶原型色，但是这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哎，你真的是一个有一个古董感觉的玩具啊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了啊。它的变形的话呢有一个地方跟过去的模具不太一样，就这个手臂这个地方要抠出来，然后呢旋转一个180度，然后再把它给扣回去啊，先到这边就好，然后手臂就把它折成一个 L 型吧。另外一侧的话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拳头揪住啊，然后往下面扯下来，一开始变的时候这个地方比较紧啊，然后旋转它只有一个特定，只能转啊，你这边转不过来啊，因为这个地方会卡住啊，这个其实就变一次你就知道了。把这个手臂收进去之后，其他的变形呢就几乎跟先前的 G1 的一个模具几乎都是一样的了啊。把这个头给收进去，然后呢把这个手臂啊这个推到后方，这里塞进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里头啊有一个洞在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。那这个轮胎的话呢就是把它给轮胎放下来放到这里，它的话呢跟这个地方记得跟裙甲这里啊
是有一个卡扣，记得把它给扣进去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来扣这个手臂，它的那个凸跟凹的结合呢，才会比较好扣进去啊，因为裙甲有时候会干涉到了啊。那这个两腿就很简单了啊，这个两个部件打平，脚掌翻出来，两侧的话呢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密合，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密合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抬上来的时候呢，注意一下这个灰色的两个腿啊，放进里头的缝隙的时候呢，它没有什么公差，是非常非常小的啊，就是你要放的比较精准一点，因为你的大腿是可以扭动的，所以你要把它扭到一个非常正确的位置。整个都上来之后呢，油桶这个地方有一个银色的凸会刚好卡进去啊，像这个地方这样子刚好给扣进去。交通工具的形态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武器的收纳的话呢，两把枪可以插在后面两个孔，但是呢这个能量斧的话呢，没有适合安插的孔洞啊，这个完全都不适合，要么太松，不然就是扣不到啊。那武器我们先把它给拿下来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大家最关注的，每一次呢，只要这一款 OP 是卡车形态而没有佩戴货柜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会开始给它做配对。那我今天准备了三个货柜来给各位看一下，三个货柜之后搭配起来的效果。首先这个呢是应该是地球崛起的时候的 OP， 这个是凸，这个是洞，把它给扣进去这样子。那滚动性这个轮胎有点扣不到位，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倾斜，不过这个比例你自己衡量一下，你看觉得合不合适， O 不 OK。 再来的中间这个最大的货柜，就是我们上一集给大家分享的最近 SS86 号的指挥官级的 OP， 这个凸这个是凹，我们把它给扣进去，一样能够拖得动，能够带得动。这个货柜的话呢，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巨大，而且滚动性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最后一个货柜则是 G1 的 OP 的货柜，注意看这个它是凸它是凹，所以呢把它给扣进去。那哪一个效果最好，哪一个比例最好，我告诉各位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这个货柜最好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有理由的，只有在跟它结合的时候呢，它是凸，另外两个货柜它都是凹，所以只有跟这个货柜在一起它才是大哥，跟另外两个货柜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大姐，好吧？不好笑对不对？好，不好笑就这样子吧。卡车的形态呢非常非常的迷你，非常非常的小，这是一款标准的 Deluxe Class 的玩具。那这么小的一个卡车头呢，会让我联想到变形金刚第四集 Voyage Class 的那个 OP， 它就是整个人变成车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小啊，非常非常的玲珑的一个感觉。而它的一个后面，我们上一集讲到说 SS86 的这个车尾一点都不烂，这一款的话呢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它有着非常良好的滚动性，它的轮胎是橡胶胎，滚动起来的话呢非常非常的舒适。上面的话呢有一些这个裂缝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。OP 的变形，这种变形方式呢没有这个裂缝也是真的是不太可能。雨刷有做出来，但是呢侧边的这个后照玻璃的话呢，这一款就没有做出了啊。那么我们也对比一下这个前一阵子复刻的这个版本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体型的话缩小很多，当然重量的话呢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啊，这一款有大量的金属部件了啊。那么呢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一款 OP 在人形上面非常非常有古早玩具的感觉，而变形非常的有趣，很有趣玩玩具的感觉，卡车头很有巨万的感觉，怎么讲呢？巨万玩具很神圣啊！以前我也不吃这一套，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它就是那么经典。你真的是历经几十年的一个变动，历经到今年刚好40年吧。啊，这一款 Deluxe Class 的 OP， 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啊，我会非常非常非常建议你把它带回家作为你的收藏。除了方便于把玩之外，还是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。手上有一个这个，就证明你玩过变形金刚了啊！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。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